就是说很丑这一张牌的，为什么长这样？他的美颜，他的美颜又开到最大了，好奇怪。这个吗？关一下，我靠，这不得吓死我！是不是很恐怖？嗯，不错，舒服了吧？嗯，嗨，朋友们，告诉大家一件大事，就是我，好吧，大家都还没进来，就先不告诉了，等大家都进来我再告诉。我靠，我靠，这个在这儿，雨，雨，嗨，谢谢荧光棒。文江江，就是告诉大家一件大事儿，就是我刚刚去把我放在别的房间，就是放在储藏间的那个箱子拿回来了。然后呢，我寻找到了我失踪已久的身份证，还有我的口红，还有我的包包，还有我的散粉儿。还有我自己捡的贝壳，跟韩月送我的贝壳，海边，我放在包里。我真是会谢，我真是谢谢我自己，看到没？真会藏啊！嗯，就是韩月这个像吃过的花甲壳的贝壳，花甲贝壳，牡蛎贝壳。这个是一个绿色的贝壳，这个我觉得它长得还挺好看的。这个小白壳贝壳也像吃过的花甲，这个长得也蛮奇特的。看这个带点紫色，也挺漂亮的。这个也是紫色的，谢谢玫瑰花。看这个，我觉得这个长得很神奇，是不是长得很神奇？上面有很多洞。哦、那是破掉了，我怎么就破掉了？好，下周见。你是不是笑死？我的身份证，但是我还是想去重新拍，就是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身份证不好看，我就想重新拍。我已经是失去身份证多年的人口了。好哦，下周见。下周是什么时候？下周就是下周。证件照好看的不多吧？我的驾驶证就挺好看的，我驾驶证就好看。哦，你该不会是加入了 CK 剧吧？江江怎么今天这么话少？累了，是很累。我们今天早上就是。我起码打了几十个电话给你。你们知道吗，蒋雨涵？错了错了，怎么下次我给你？哎，不是，我很想知道你就是为什么接不到。我电话也打，微信也打，你为什么接不到？你听得到吗？你关静音了吗？第一个我接到了，对，接了之后呢，然后我就打算再睡十分钟就起来，然后我就。先关掉了静音，然后呢？然后没想到你是开了静音吗？对，然后呢？因为我给忘记了，我完全忘记了。因为我真是会谢江宇航，江宇航，哎，我就边化妆边在那打电话给他。我醒来看到天花石头哥，微信也是好吗、？Sorry， 谢谢信封，我就疯狂打，我说这人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我不是故意的，怎么人不见了？就是刚刚还活着的，怎么？对，刚刚还活着，怎么就那么一会儿，人就不见了？我就很纳闷儿。真的，然后后来我就一点多了，然后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就过去叫他，然后发现他果然还在床上。我真会写什么事？然后我就说走。然后他化妆包放在我房间嘛，我就说走化妆去，真的，你要不然你要是我没叫你，你就是一个大错过考试。直接老师一来说呢，你这么晚来，不如你先吧。好。
好，我们江宇航刚到，那么就由他开始吧。我真的，我就那就真的也挺好的，早点让我结束。 我确实是，我把妆化完了我才去找他，我怕我忍不住揍我。什么隧道 A 班开考，那你就加入我们 A 班开考。哇哦哇哦，我直接就是被一个整整拉踩的，就是在地上摩擦。不会了，我们江今天表演的也很棒，但是他说侦探队又有点失望，因为没有很搞笑。我说对啊，就很失望啊。我就明明期待了超久。你在期待什么？期待就是像去年考核一样精彩的。我不想，我不想。Surprise！ 我今天就是来一雪前耻的。你有雪到吗？你然后一来我抽签的时候，哥哥问：“你不会要唱山歌吧？”我说：“今年不是搞笑女了，不是搞笑女。”别你虽然不是搞笑女，真的让我很失望。你真让我很失望。你想看什么搞笑的？我来给你转行不？行，我就是他，就是搞笑女。山歌好比春江水。其实这个考核应该是几个月一次，对吧？三个月，他之前姐姐提议就是三个月一次。我哭了，我先晚安，我先睡了，我先睡，晚安宝贝，晚安，我先睡。然后后来就是说实在是整不起，我也觉得整不起，我一天在那里待着，我就想，下次就是能不能就是你人不见了，就是下次能不能给我专门开一个 F 班呀？就是我第一个考，我第一个考可以吗？给我整个 F 班。大家好，我是不是 F 班的袁湘琴。大家好，我是 F 班的袁湘琴。真的很难的，我宁愿就是第一个上。对，谢谢巧克力。大家好，我是 F 班的如不闹。闹姐不稳，闹姐快崩溃了，闹姐在那等的就是全身发抖。就是我上去的时候，谢谢巧克力。我上去的时候不是谢谢巧克力，夹子公主啊。就是没想到大家前面都那么卷，早知道我也做一个卷发再去，是吧？你也很卷啊，你直接后头一群人上台，我人傻了。就是一群人上台嘛，那就是我的道具，我的道具。哦，他们都是工具人。不是工具人，就是我的道具，我的美丽道具。绕来绕去，我没有卷，就是加不加试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打歌，知道吧？大家知道吧？大家懂吗？谁懂？大家都懂，大家懂吗？打歌现场，虽然就是打得非常的拉垮，因为就是说咱们就是没整过，就是我就是在唱的时候，我想着如果在原地跳的话，边唱边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就也还好，但我没想到我要走位，我边走我边在想，我就是接下来要干什么，就是很难，就是边走然后就在想，哎，等一下。这句是他的词，他的词，他当时在唱什么？我到底要不要跳两只手？我好像跳不了两只手。然后我就走到后面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呀，完蛋了，那完蛋了，就是很对。小二哥今天赢麻了，真的。还有季明月，今天巨多他的歌。对啊，对，早知道我还不如整蹦迪少女，我就怕老师说我敷衍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临时临头，就是，昨天才学的舞，就是开始。在 KTV 的时候，他就拿着手机在那里站着，对对对，就一遍一遍的就在。我在那儿开始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在比划一些跳大神的动作。对，因为在那之前，我就只是在手机上瞄了两眼，我根本就是没有看仔细，我就是一整个大后悔，我就非常后悔，本人非常后悔选了这首歌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动作就是可能那个编舞就是稍微有点古早了，我就感觉我特别像一个就是那种古早的机器人在那跳。就是他一开始选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挺开心的。对，刚学了几个动作，他说我就开始后悔了，我就开始骂自己了，我开始疯狂骂自己。我说我一定是有病。而且他说我就不跳有编舞的，我就要跳。对，我要跳原版，我要跳原版。他要支持还比我要跳原版，支持原版。然后我就按照原版吧。然后后来我发现他们编舞实在是特别的，就是你们懂吗？就是看着，就是我第一次是看着我的偶像田馥甄跳舞，就是你们懂的，就是你们懂的。
就是他的舞蹈呢就是非常有自己的 style， 就是我学不会，我就是他们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他们可能就喜欢就是就是他们可能以唱为主吧，所以就是动作那方面你知道，就是大家以后千万就是如果有这种什么比赛啊或者考核什么的，千万不要选什么组合的歌，也不要选什么女团的歌，就是不要选那种人太多的歌，就是他们有人可以分趴，就是他们唱的时候可以不跳，但是呢我们不行，漏我们不行，就是我们必须得一个人完成，我觉得特别想揍死自己，我真的是，我选完就当场后悔，但是当时也想不到别的，因为我毕竟是一个选择恐惧症患者，对，我真的很累，我真的好累，我整个人好累。然后我才看到今天，就是今天有人跳那个只对你有感觉吗，对吧，谁呀，我都忘记，是睡着了。老田的唱跳就是跟我今天情况差不多，就是 free 为主。行，那也不就是咱就是说怎么说呢，就是有自己的想法，四肢谢谢竖琴，就是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就是反正就是现场编舞啊，都六对，现场改编，我跳的蛮好。那你是不知道我后面怎么紧急停水啊？我们紧急停水，因为楼下的水管爆了、哦、啊。对，然后就是后面就是紧急，就是对我今天的自我介绍，其实我还是写了的。我没有写，然后我上去之后就是临时改了，就是我想讲的没有一句讲了。啊，你好牛！我今天脑子都我自我介绍我都不知道自我介绍了个些啥，就是我当时可能饿的特别的离谱，真的。我本来写的是什么？就是写了一些我的特长啊，我的爱好，我的个人记什么的。然后结果上去一个都没说，一句话都憋不出来，就是我本来还想展示我的个人技，就是我的 wink 零自信就完了。对，就是我还想说，就是我的个人技，还有就是钻行李箱，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什么来着，还有炫砂糖橘，就是一口可以炫三四个。对，睡快递箱也是我个人经验。好，谢谢。对，边我就可以边 wink 然后边炫三四个砂糖橘，这就是我的个人经验啊。我就可以在那个，我可以这样啊，我可以在行李箱里面边炫三四个砂糖橘一起，然后边 wink， 就是可惜了，可惜道具没有准备好，就是没事儿，我下次给大家表演，就是下次一定，下次考核见啊，咱们就是说我就带上我的行李。我有预感这次我又是 B 多好呀，你上次就是 B 吗？对，那就很好啊，说明你就是，不是，我之前就是口嗨，我立了个 flag， 对，我说我要进，我之前立的 flag， 我现在我还想去 F 呢，等我到了，哎，我再去 F。好的，等你来哦。哦，原来是因为哦，对，这个个人机一分钟演不完，不重要。就是我觉得，我相信这么彩的节目表演呢，就是他们一定不愿意，就是他们一定会愿意让我演完的，他们一定非常想看，知道吧？就大家太卷了，我真的卷到后面我真的非常想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F 班的。卷啊卷，就是前面就开始，我就边看我就看来这一次 A 班要塞不下人了， B 班应该，我觉得应该没有 C 班吧，就大家都很优秀，对，大家就仿佛在那个叫什么选秀现场啊，我这就叫卷王，我这确实，我承认，
当时你让大家上来的时候，大家就说他卷呐、啊、卷呐、啊、卷呐、啊，你是春卷吧？不是啊，就是打歌而已嘛。哦，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，就是我们下个月月初就会去拍我们的浮华谣，然后再下个月应该就会发出来了。然后我们要挑选一个好的日子发我们的音源。没事，大家很快就能等到了。哦，原来是因为人多牌面就够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江江你要不要再唱一遍你的那首歌啊？你要不要再唱一遍你今天那首歌？你唱的太小声了。哪首啊？就是第一首。对啊，第一首。唱的好吗？唱的好啊！我昨天就觉得你唱的好。我们一起唱行吗？可以啊，我不会唱其实。哈哈，不是故意。不是故意，谢谢草莓蛋糕。其实我觉得唱跳就还挺好的，是开原唱吗？怎么没人唱？我知道啊，对吧？进来点，看不到你。我好想麦克风，这是我的吗？嗯，这是你的。我以为噩梦不会一直缠着我，大声点，你先唱就特别小声。闭上眼就痊愈了，我只听你爱听的歌，我只做你的朋友。我变得沉默，伤心也不愿开口。我变了好多，是否更靠近你呢？等一个固执的如果，如果你懂我为什么就够了。你别担心，我不怕一个人站在雨里，除了你我找不到能快乐的意义。眼泪带给你的压力太清晰，我真的不是故意，不是故意让自己变得不再像自己，为了你拼命想那100分而努力，你却离我越来越远的距离。好高的。直到我失去你。对对对，有人听到他改词了。啊，你听到了。想要拿 A 班，想要进 A 班的努力是吧？对啊，对，你们都听到了。嗯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。然后我当时这个歌我还降了一个。Sorry， 我没给你降了。我真的很高，真的高，听到了。很有心哦，林想。我变得沉默，伤心也不愿开口。我变了好多，是否更靠近你呢？等一个固执的如果，如果你懂我为什么就够了。你别担心，我不怕一个人站在雨里，除了你我找不到能快乐的意义。眼泪带给你的压力太清晰，我真的不是故意，不是故意让自己变得不再像自己，为了你拼命想去 A 班的努力。好，为了我是吧？也是拼命想来 A 班。对，跟你到 A 班，然后再一起去 F 班。好，我们 AF 班的约定。耶。你别担心，我不怕一个人站在雨里，除了你，我找不到能快乐的意义。眼泪。
给你的压力太其实我真的不是故意，不是故意让自己变得不再像自己，为了你拼命下去一百分的努力，你却离我越来越远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距离直到过去。笑死！我去 ，A 的等你哦。嗯嗯都很棒。嗯有谁啊？哦对哦，有小老公，我飞索啊不不有什么索？北哥，北哥今天的那个正还有谁啊？纯纯的经验还有谁啊？杨若曦，哇，真的呀，大家都好棒哦。还有呢，史竹君，史竹君搞笑的担当，我发现了。史竹君唱歌，对，他其实真的很那个音色也很好听的，但是他不信。天哪，我们队也太卷了吧！我真的好太卷了，他们唱歌真的太好听了。今天北北那个正负就是我们队，就是说怎么说呢？我们队是要往唱跳方向发展的队伍。对，还有我们小飞，小飞已经，小飞进步好多了。小飞，嗯、哦，飞对，确实，他就是他现在就很敢唱了。我以前不知道他是什么歌舞粉丝，好，我也是歌舞粉丝。完了，哦，我今天还有自我介绍的，就是算了，下次再介绍吧。好好听啊，田馥甄。给出来，他就这样挡着。人家说盲人偶像，我就盲人歌手。他说这就是蒙面歌王吗？蒙面歌王，对。我这单身赛道已经开通了，就是从今天开始。真的要笑。就是如果我就是我今天要是唱的好的话，哦对，还有盖盖，我要是唱的好的话，我就是歌后的粉丝；我要唱的不好的话，我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。看看有什么歌，啥也不是。有他们问恩穗的单身赛道有谁？不是公布出来了吗？对。反正我不是单身，陈以琳找你连麦。嗯？这是谁啊？谁配置的新人 ？Hello， 前辈好，前辈好，卢丁前辈好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呀，就是我们 CKG 之后会有广州巡演，所以我来打个招呼。啊、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对，那什么时候来啊？嗯，27号就飞广州了，然后排练一个星期。27号才来。嗯嗯，没错没错。那你是到我们队吗？我好像不是，好像不是。没关系。嗯，就是可以来玩儿。哇，好像是，等一下，好像是。哇，不错、嗯，那就还会有好几场的相处时间。对，好像有一个什么联合公演。嗯，这也是我们队的。你好呀， Hello. 你好，晚上好。我是他的前辈呢。啊，你他也是前辈。哦，但我前辈好，前辈好。大多少就是我只比你就多一年而已。哦，是姜育航前辈吗？是姜育航前辈吗？哇，我在这儿啊，你知道山口，谢谢你。你好呀，你好呀。那我们到时候广州巡演见。好，拜拜。广州见，台湾腔。祝你玩的开心。对 ，OK， 等你 OK， 谢谢。广州见。挂的还蛮快的，他的台湾腔也很重的，比你重。他是哪里人？不知道。哦，他展示的舞台在，哦，他可能就是想打个招呼而已。他展示舞台在 Z 队啊，还有这样。哦，他是单人赛道吗？是所有人都来吗 ？CKG 我都不知道哎。所有人都来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就是说。我明天还要工作，我已经连着化了一周的妆了，我真是会谢，开心，喜欢上班，有钱就行。那双人的呢？双人来吗？双人没说双人。啊，我真的无语，我直接抠的自己。
抠出了胡子。嗯，算了，我觉得提示完之后大家都开始要就是要关注我了，我还是这样吧，比较酷一点，这样显得我就是你要唱下一秒你要唱 rap 了。哎，你今天在路上唱的是什么 rap？ 我唱的是清源为人弹吉他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来一首清源为人弹吉他，有人听过吗？没听过。人，哎，怎么是 DJ 版？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怎么还不播放？哇，真的是哎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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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1980年9月14日的妈妈肚子跑出来，带着害羞的表情来到这世界上，不然现在的她不会这么闷，这么闷，有个闷，有个超级的闷骚。从小她就住在山林区外，山西的山腰上，那里的公车其实不止两辆，好吗？只是等公车半小时、一小时才来一趟，错过了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慌张。每个朋友都嫌她家太偏僻，邻居居然还会感到害怕。哦，拜托别闹了，环境优美，空气新鲜的好地方。好歹人为人跟她老爸的眼睛搬到她家楼。想一想，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玩音乐，做音乐让我唱他写的假 hip hop。其实他的歌都很巴拉，不信可以上他所有歌去听他唱一下。啦啦啦，看谁唱你愿为人弹吉他，他人唱出我的哼哼唱唱，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。靠着双倍也听着愿为人弹吉他，他人唱出我的哼哼唱唱，一点一滴祝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。今年的他已经26岁，爱过的歌曲其实有2首就数得出来，但是还是爱创作，爱音乐，爱，就像对岸合伙的那首歌《老鼠爱大米》一样爱。写歌其实不容易，卖歌要靠运气，靠关系，难得最好歌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，但保留并不拥有，拥有不一定会被打，就算变成猪大白水，可能又会哭哭哭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啊！你看他们写了这么多，这么多，说真的，没有中的歌曲至少100-200首，新闻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。你看我们。谢谢写歌歌者，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。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，但是想一想，其实我们不贫穷。这我不贫穷是什么？快多了今天。啦啦啦，靠着窗景远为人弹吉他，他人之中做得很很长长，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。靠着窗背听着远为人弹吉他，他人之中做得很很长长，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。今年比他已经26岁，我又到这段了。爱音乐，爱就像别人合伙那首歌，爱说爱一样爱。写歌其实不容易，卖歌要靠运气，靠关系，人们最好歌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，但保留不一定成功，拥有不一定会被打，就算变成主打吧，再可能又会不出错。但是看着窗底远为人弹吉他，还让这种歌不可能长久，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。靠着窗的眼睛，这远为人弹吉他，他人之中做得很很长长，一点一点出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。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呀、啊！你看他写了这么多，这么多，说真的，没有中的歌曲至少100-200首，真的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。你看我们 SP 努力学习写歌多久，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。音乐这条路很辛苦，很寂寞，但是想一想，其实我们不贫穷啊！怎么知道下一首歌？笑死！换一首什么歌？你昨天教我那个混响，什么混响？混音混，混就是混，混声、就是、对哦，混声。我去搜了一下，嗯，我还是没太懂，没太懂，就是介于，就是假声，实一点的假声。啊！
我也没教你啦，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个玩意儿。来，我想，来，我们把咱俩在 KTV 没有唱完的歌。不会，真搞不懂，什么真声混点假声，我真的不懂。卡祖笛他们说。笑死笑死，我真是会笑啊！这是我真人版卡祖笛，哪个？哎，他们的不可以，我们没有唱。哦，没唱。对，因为我最近我抠出了一个，你放下了吗？其实看不出来，看得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我刚刚看到了。来，你放下来，让我瞅瞅，让我浅瞅一下。不行不行，那是美人痣，你知不知道？美人痣都长在这个地方。救命！你看吧，看不出来啊。看得出来，美人痣。我刘海怎么也这样？谢奶茶，记得夹哦你。错了，好像我没有点这个吧，又爱又怕又找不到药，虽然有点可爱味道。小姐你是谁家的城堡，请你靠边坐坐好不好，当到天是真的看不到，你说的话莫名其妙。哪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思念你，我的声音像不是我真的假的，你坏坏眼睛，你现在哪里，我每天都在回忆，回忆关笑的相遇，回忆悲伤的结局。手指手指手指不可以，手指手指手指别伤心，手指手指手指对不起。好夹好夹，救命！我们像非主流小孩儿，非主流小孩应该是这样，是这样的。那这样。可爱味道，小姐你是谁家的城堡，请你靠边坐坐好不好，难道电视真的看不到，你说的话莫名其妙。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念你什么空气，想念你坏坏眼睛，你现在哪里，我每天都在回忆，回忆搞笑的相遇，回忆悲伤的结局。你现在哪里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念你什么空气，想念你坏坏眼睛，你现在哪里，我每天都在回忆，好累，真的不好听。悲伤的结局，你现在哪里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哇，他还有那个，还有这种哪那么慢呢？我感觉这个应该也会有舞蹈，你觉得？走啊，下一次生日考核我就是这个，我朋友们，先预告一下呢。下一次整活就是家事的那些东西全都整活、就是等我到了 A 班，我们就一起整活，就老师你必须得让我去 F 班，就是我逼你让我去 F 班，整一些奇怪的东西，直接来越南说唱那种大家一听开头就想笑的东西。韩孔心当韩张孔爱红港红娘一心红心来，哇，居然是来不及，他自己放的。你知道这首歌吗？不知道。豆豆要不要吗？就是他那个很快的那首。
一边 wink 一边四个砂糖橘唱歌，那真的能唱吗？可以，跟老师说我要练这首歌。今天早上起床啊，太阳长头黑夜长好，是不是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害羞的梦？或许是粉红色荷尔蒙在血液中流动，你呼吸我激动，轻飘飘雨提醒着我们身在不同天空，于是好的伤痛是否能说不碰就不碰？我想犹豫不决，比飞蛾扑火还更堕落，冲不冲痛不痛，理智为爱失重，来不及你别下不一再这恋爱的节奏，来不及地球转动不会为谁等候，来不及回头就插旧的伤口，如果潮起口伤太多没结果，哭也没用。今天早上起床你是否觉得全身酸痛？是不是我爱上你让你觉得全身紧绷？或许是你太调皮到我梦中随便穿动，你跳得我失控，轻飘飘雨果然不出所料提醒不了我，于是好的伤痛压抑要有梦就不会痛，我想犹豫不决永远不会是我的错，疯疯不疯痛不痛，就算我犯了错，来不及呐喊早就烙印了你完美轮廓，来不及赶快捕捉为你放的烟火，来不及一把火，你的冲动变成了想象，我想要解脱要自由要冲动，来不及每个脚步一踩着恋爱的节奏，来不及地球转动不会为谁等候，来不及回头检查旧的伤口，如果找借口伤太多没结果，哭也没用，累死我了，这个可能也是不太适合唱歌。对，这个你会断气儿，就是嘴跟不上。我们现在寻找下一个什么歌适合，下一首歌，你开始准备好了。如果我去了 A 班，我现在开始学，我就唱我之前第一次唱的上歌。哇哦，好，期待啊！不知道我明天调来不来，我上来就唱这个。上塑料提醒不了我，于是好的伤痛压抑要有梦就不会痛，我想犹豫不决永远不会是我的作风，疯不疯痛不痛，就算我犯了错，来不及呐喊早就烙印了你完美轮廓，来不及赶快捕捉为你放的烟火，来不及一把把你的冲动变成了享受，我想要解脱要自由要冲动，来不及每个脚步一踩着恋爱的节奏，来不及地球转动不会为谁等候，来不及回头去擦旧的伤口，如果找借口伤太多没结果，哭也没用，哭也没用。哦，就是他那首歌，哎，怎么会是变形的黑猫？哦，暗示什么意思？总是惊扰我的梦，别怪伦敦三月的风，我给你放他那首他写的幸福藏在最亲密的口舌，刚又在他写的最棒最棒全是最棒，真的很厉害很厉害，这种歌手这个做人真的写得太好了，就是第一，在我心中第一，在我心中第一，完美女生，又会唱歌又会演戏，长得还漂亮漂亮，会原创会词儿，有文化，长得高兴，我靠不动了，可以了，差不多啊，好了来了，他的歌他写的，你看词，田馥甄，对。很适合这首歌，就很适合来怼黑粉。说，到底要说什么呢？没说的，最后也算成我的。难道一定得说些什么，才可以证明？要说什么才能满足你想知道的即刻，要说什么让每个人心满意足的笑着，要说什么我
魂才不会黄的哭了心，别睡着了。感觉我下巴突然变长了，是不是这个特效有点？下巴哪有变长？对，大家理解不真嘛？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丧尽威龙。懂了，你想要选一番是吧？和能听沾个边，就第一个。哇哦，看我们江江去年的精彩表演是吗？对他们看不到，他们看不到。早晨系上最鲜艳的红领巾，小黄帽搭配 slide 大包子背心，公交车上美女学姐投来羡慕眼光，但是我不 care。 目标望向学校前方，敬礼32下，送给职岗学长。走入教室开始，首先接棒，全班48个作业由我一人负责，我的智商堪比暂时诸葛，照抄动作奥运会级别的完美弧线。我每天在这里面重复练习5遍，我乱得很，完全100分。那个不能都不能唱，我学生不配拥有脑门，我嚣张的就像脸上长着豹纹。我闹铃调满，为了多上一节课，如果连续调满8天，也就多了一天课。我是上学威龙，上学威龙，除了公演都没空，什么都没空。我是公演威龙，公演威龙，除了公演都没空，啥子都没空。全校第一是我，哎，第二是我闹姐，而且给校长卖的房子给我交钱。傲慢，你能拿我咋办？坏学生的牌子模仿，想要做我造反，但是我要进去你们这群傻蛋，你们这群小孩只配回去去点东北大板。我们校哥校纪是在，再不在的你敢走进网吧，我就把你小腿打断。考试如同战场，永远是我是我主场，同甘同桌，令你列祖列祖无光。扔掉你的校园，你这个坏孩子，我不跟你们玩了，这是一群败家子。你继续偷看啊，你当我是瞎子，给老鼠找个家。我不怕默默的等等，老鼠地理文员一算卖进 NA。 我是公演威龙，公演威龙，除了公演都没空，什么都没空。我是公演威龙，公演威龙，除了公演都没空，什么都没空。
是我算是我算给我回忆起来了，回忆起来了，唱的非常不错。这个不是跳的，这个、不是跳的，这是唱的。哦，你跳的是那个是吧？不知道艾琳还是不是？不是哦，就是那个从。老子讲出去可以杀到黄浦江，真的烦得来，黑粉都要来靠近我，怪子调戏小姑娘，小姑娘调戏我，我小小年纪为什么要承受这份痛？长成帅哥难道也是一种错误？我跪在草上，天天让我变无敌，突然地震洪水全消失，你都跟不跟？公演公演公演，我要公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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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公演公。演公演公演，我要公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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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公演威龙，公演威龙，除了工作都没空，什么都没空。Thank you, thank you. OK,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的麦好用吗？好用。怎么发出主角？唱那种歌词是就是我心里就是很爽的，我每次我们要被绑架，每次唱这歌我都会觉得心里头很他们想听发泄错的人是吧，错的人，我今天在唱错的人就是谢谢大家的耳朵抱歉，给大家的耳朵抱歉，给大家的耳朵说声不好意思，给大家的耳朵说声不好意思，终于没有那个前面的 MV 那一段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，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。我跟他不合。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，好想开个伴奏。但是我还是相信，那你是时间全民 K 歌？我没有全民 K 歌，哈哈，我有。我谢谢你，我 thank you, 我 thank you, 我自己点一个不好吗？听了出眠，我是眠。哟哟哟，嗨！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唱歌。哟哟哟，我们停水了吗？我知道，知道啊。我跟你讲，那怎么卸？对吧？你打算怎么办呀？我有卸妆巾。嗯，你想不想去水疗啊？去什么？水疗。我要去，我明天要工作。嗯，几点？大概十点起床吧。想问你去按摩的。我刚刚也问他，我说明天去，他不喜欢。我明天要拍东西，再见，拜拜。晚上回来不行吗？我明天要。我晚上很晚的。那就很晚。我晚上才去拍。啊？拍什么？就我下午排练呀。哦。拜拜，姥姥。没有缘分了，属于是一种没有缘分了。什么？那我不睡觉，我睡觉的。拜拜，拜拜，关直播了，拜拜。问一下这个什么？好无情，我可以在这儿点，你忘了？嗯，这肯定有。是吧？嗯。这啥没有？我真是谢，感谢卢静点了一首。这首歌唱完我们就关直播。真是谢，不知道他们可能在玩水吧。但是我是但是我还是相信这世界都
沉默，不要不要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，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，假惺惺的想要逃，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，可可笑。爱得太真，太容易让自己牺牲，太容易让自己沉沦，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。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，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是我还奋不顾身。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，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，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是我却奋不顾身。我谢谢，我谢谢。明知道你是错的人，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我相信有点可能。谢谢，谢谢刚刚的条蛙风铃，谢谢小屁，谢谢阳光棒。哎呦，受不了了，这首歌就是太久没有唱，就是一整个。我要是唱歌有你一半好就好。唱的确实比我一般好很多。你好，你唱的可好了。成都疫情啊，七分了，我们怎么就七分了？七分了，我们要说再见。嗯，我们十分再见，十分。啊，怎么见不到了？对，今天有人给我打电话呢，问我是不是去过成都呢？哦，有人给你打电话，是不是那种防疫部门？对，我做了几次核酸？我说做了五次了。他说，他说，嗓子还在吗？嗓子还在吗？
泡一半银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不是啊，才没有嘞。晚安，还有两分钟，我们说两分钟晚安，我们就睡觉了。还没有发微博了，完蛋，发不了了。就是，对，我们都已经做了很多次核酸了。晚安，酱酱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公演就可以见。确实，只要上街就是密接，这么恐怖。微博见，对，没有库存，我已经不知道库存是什么东西。我觉得我现在能拍下来一张照片就已经非常的 lucky 了。你有拍抖音吗？我还差好几条微博，六条，一天一条。抖音啊，忘记了。安利你的两个小后辈，什么？抖音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？微博视频，不是要有两条视频吗？2月18号的时候发，16、18号够了吗？嗯，后半月的没够、啊。到疫情附近马上变色，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，我要关直播啦！发了吗？哇，他们拍的好好，那是 Sola 发的，大哥。哇，他们的裙子好好看啊！对啊，他们的芭蕾裙，我们的裙子超级长。而且还没有袖子，我们裙子还有两条是，还有两条是那个大小乔贡献。他们的裙子就是到这儿，我觉得就挺好看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那样？我们在一下。对，而且就显得腿很短。我不知道，反正他们自己发了。这我发了一条视频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好，十分钟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他应该是全团、全集团统一的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拜拜，晚安。